그렇지. 네, 너네 안 좋게 해라. 公园不许抓奸。 累了，脚累了。 咋的逮着黄了？那一把回来有超的吧？不着没水，反正有二十米。二十米的，行啊，咋逮上咋俺吃上肉？对，喝。那不是，把鱼就没喝了喝。 转坡了，捡起了，行吗？捡起转坡，行，要不行啊？我瞧了，真我瞧了。哎呀，这个丢啊！俺娘的，不行，不行，你吃汤吗？这是。哎呀，他打我的嘛，最难。你吃汤吗？他打我的。俺玩玩，不行。 我打着我的，我觉着也不行，下去了。一转了，一转了，打着一转了。哎呀，我得想拼着这剧情，一拼剧情，吃了嘛。一转了，没有事。啊，转了，拼出去。下去后期。打到这次。 我的刚才应该下平不足，下平不足，我来看见，还是觉着下平不足。哟，这头一进去转的，一进去转了一步。打破了，打破了。那你说下考去啊？刚才应该还是下，我也不举啊，下拨不举啊，风控局。我现在山来了，我这现在伢是个下手的，他他娘没下，没下手啊。刚热了。 刚热了，没带水呀？没水了。哎，我去试过。啊？真的要进去玩吗？你下来可以切开啊。带上人多不够了，是吧？哈哈哈哈哈。
早早早我早早一上一点一点半呢，我就在自己房，在那自己房，不有热，那好热了，就是我看不辛苦也两回事儿。嗯，在那歇着都是。啊，歇五个人够了，五个人聊闲话。还有五个人小闲话两张桌子够，我还带一张桌子。你几张桌子？你三张。你没带不着，有早有晚上哈。不着就哪有个洗手？这叫洗手间。桌子得三张桌子，那叫洗手间，是吧？你有吗？我这不多不多泡啊，我这不写粉饼，那么粉饼啊就没有几月。在翻饼，我来看那个两部车，有上三角木，鸡上了呗？那还来回跑吗？鸡光能上，光能背上去准备不？这得来一笔嘞。你那东西啊？他妈上他脚去拿一个，你这太小太傻了，越小多中国成段子了。谁还不来吗？我问问还来吗？李大爷说，俺那一次，但是领导给下课了。这结了，这不这是刘福啊，刘啊，这不刘哥的，伟哥小伙，伟哥不小。他不行，你这五个了，再说还有来的。不行，十个以后，他又要加班，又加班。喂。再说我也哈在这啥子？李大爷不来了吗？在哪儿买啊？我你还来不？你还来不？都不来哟。你这来也不晚，你干脆说谢谢。带足了水，天有点热。嗯。来。我找还着急了，就去拿东西。你拿着气是吧？啊，气重。行啊行。行啊。好嘞啊。好。李大爷带上的。你看看人家太，咱这没有谁太小啊，太窄了。太小，陆大爷这气是大气啊，小气息。我今天不着，我说好弄点水，拿着。别干着，没人。今天还能倒水，这钱都起了。哎呦，有点烟。好，去吧，小去吧，去。嗯，来，别烧了，别烧了啥？烧你也压灰。嗯。啊。我有嘛看的，我不行，但是我这气氛没。嗯，现在挺好。放着鸡。我去啊。你也别来这位吧，这位也能。你俩先下着去，有气啊！哇塞啊！啊？你俩先下着去，来，去，背上。这是什么？陆大爷这气，他是。我知道。背开了不？我先看气，看背开了不？不行，你等着。恐怕这不是去放气了。姐，恐怕你放得上去了。小姐没过上的事，没吹风了，还没吹风啊？他拿不下去，那材料和这差不多。啊。
小他是三口喝的，四十的就四十的，四十的就三口。我想吃，你吃了不？我也没有。啊，你没有。太香的说了刁蛮，要刁蛮，你吃它。嗯。你们人们不敢吃啊？他不敢吃。哎，把发酵发给吃来了。搁酱。哇，它要大香。搁酱。哎呦，搁酱以后。完了，丢人。嗯。看着行啊。我不敢吃。他下水，我一生气，我打了我的猫，是吧？打了我的猫。你拐角还能吃吧？啊？你看看这气。你咋想一讲有钱？我一拐角，人找我一讲，人也是找我一讲。啊，也是，那不成，那不还不敢吃呢。啊？一身。人哪人有吃？嗯。掉泪了。哎呀，他不敢碰。哦。他都在那就吃香，是吧？一拐角人在，我一拐角啊，人家接着就又找我一讲，又找我一讲。我再见了，他打了嘛，他一拐角，他就打了，就是三十多少斤我不知道，差不多三斤，1.5升，那个杯子还小，太小了，还包完杯双层，然后也在哪块儿块价装不了一瓶矿泉水。你不能叫他再发，在店铺了，打不着。你把站了就是上，你就打车不正常。那你到那是吃的硬。敢吃不？你吃到那了。吃了吧，吃了城市在店铺了，吃店铺，我是怎么看的，我没法知道，我是怎么想的，他一讲讲点在点吧，
吃不饼，吃不饼来，他吃泡一酱的。那就没办法，咱娘家还泡着饭了，咋回事？没办法。啊，得，得了解自己担心。嗯。其实面太厉害了。一上班我就一上班，上班去把家挣的钱，不要回去，给你多少钱？给你多少钱？那我得跑，你不要跑，我听你。你咋不直接上班？啊，你不直接上班去跑呢？啊，可以。啊，我直接上班呗。上班呀，正常。反正走到这个情况，我一般就。就这就就那真就是了。李老师来了，木那不转、啊？要木那不转、啊？哎，还有我就手电上。比赛嘛，不是来问问？比啥赛？不参，我不参。还有人还比赛？有啊，你说李大爷在问了。李大爷，我啥比赛？金钱，金钱，谢谢啊！你还喜欢跟他们少读书？小哥打嘴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兄弟，我打嘴小哥，还挺爽的，小哥打嘴还挺。哎呀，错了，你扯他们位置太低。这不是有个档次，一动他、不是有个档次。这不等着你来吗呢？但是我也歪了也不行啊，我也不是他。这个档次不是一样是吧？档次有，还给我听过呀，那个档。现在是我。你听着，光打那伙八中不上场的，我们看看不弄。我比赛时候也上场参加一下。这不行啊，你不能这耍了人，再不给我看了。哈哈哈！妈操，十万的钱，也不对的，这不让我看了。
你说这只要干啥的？吃了。那玩意这也可以。嗯，推两把吃。啥不？这个切，就我就。我手还会想吃啊？那我操，嘴都不得对。哎，我烤鸭皮，我烤鸭皮。那，哎，那烤鸭，谢谢谢谢。大会想吃也没有用，是吧？鸭就不翻脚了。我反正就大会想吃。嗯，我们不找吧？需要自己，要是不找，那需要自己。咱家的要，嗯。咱家这基本上二十年了，是吧？不挣了，不到位了，好了。想吃是干啊？娘。啊，不想闯是吧？嗯。俺都二十年了。喂，二十年嘛。二十年不喂了，不喂了，我心啊。啊，早上没了，早上八点半到十点半，十分了之了。咱喂好就行，俺就喂。俺喂不好，咱就不喂了。吃了毛还叫什么？夏天叫嘛？啊，夏天。这样吃毛还叫什么？然后跑了，一下，不能呀，不好走，不好走。反正你扫个纸儿。